那算一下年纪。复制的话，顾名思义嘛，与相同星级的悄悄合并啊。这一颗也是很好用。看一下吧。先给你们看一下聊天。那一场应该是蛮快的啦。可以看一下值的一个名字。哦，我输了耶！天啊，怪怎么突然变那么强啊？等一下，我真的不懂为什么，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怪变这么强哎，是对手太强吗？我跟你讲认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哎，应该是对手太强吧？不是可能吧？就因为可能他有一些阻止比较强的。